嘿，大家好，这是 Phoenix 回来 Elden Ring 的游戏看画视频。我们这期呢，从这边这个安塞尔河，应该算是它的正门入口吧，总之是探索一下。上期呢，应该是从这个主流，应该算是通过传送吧，从那边是探了一下，发现了这边这个新的一个永恒之城。等于这个地儿一直是没有地图，所以说探索起来非常的不舒服。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是想看看能把地图找到。地图的话，这个入口我感觉上应该可能你随便找找应该是能找到。这些蚂蚁你们能不能下来？天哪，是下来的太多了。不过好的，还好它不是我们这一下能砍死。这怪由于是它掉下来之后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是有一个动画着陆的一个动画，所以说可以我们有八个这个玩意儿。小心右好吧。但是可以在它做动画的时候把它杀死。这个小心右还是这个吗？那边比较光亮，我想先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先有伏击，等于这边怪的强度应该还算是比较跟那个第二张图应该是比较像。叫什么胡之列尼亚吧，应该是，总之是按总之你探索第二张图的时候可以看断道石也给的是三级的东西。其实我这么想想，我感觉上应该是这个王朝遗迹应该是去不了永恒之城的，有点像，现在给我的想法是有点像之前这个什么河，这个叫什么西弗拉河，我记得好像是类似于是你在楼底下等于是这么着探到一圈之后是有一个出口井，然后如果你想去上面的话，当时好像是总之是需要一些做一些任务，有一些剧情，总之是一条其他的路子。可以，那等于是现在我探的这个地方给我感觉上应该就是可能算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内容了。来到了这个地儿，我前有赐福在什么地儿？这个有点远，我觉得先回去吧。之前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分岔路没有探。我觉得这边既然是前进道路，是这条路吗？还是这个路？这是前有小心右，这是小心右，等于是这条路没有探。后出来了，这是怎么出来的呢？是挖出来的还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伏击的出生位置也太远了。
又来一个。断到13。但地上是有个罐子吗？还是有个什么东西发生了很奇怪的声音？可以，等于是那边那个分叉路是探完了，等于这边这个分叉路的话应该是右走，好像是正常前进道路。对，这个前有赐福。然后这边是什么地方？这个有点多了，就我好像带钢体了。现在为什么这刚那个蚂蚁打我没有硬直？我是掉血了，可以看。我知道打你那个屁股你会爆掉，为什么打头也爆掉？给个石，然后个弯弧。我可能要整理一下物品栏了，有点。之前探的时候应该是打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护甲。等这一边会也把我引向那个城的地方，好吧？我猜那个门是能是之前那个什么前有赐福的那条路走出来之后的门。问到14。又一个星星泪滴。我怎么感觉现在我星星泪滴快比那个起点的那个东西还要多了。等于这个地方的人强度应该还是哦，哇、哦，这个、有点可怕了，就总之找一个拐角把你们卡住，简直好少啊！还是很少。哦，你滚过来了，居然！你都是哪儿来的？
那丢什么玩意儿？你这个抡多少圈儿？这游戏就不能给个水帘洞吗？做到十一，有意思。但这个是去楼上的。是楼上吧？这是我之前说前有什么赐福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吧，这个东西被我踩了。我们听见了战斗，是在战斗吗？没有在战斗。啊，这个地方的 BGM 比较诡异。不等十三，保险起见，我再去看一眼。可以，这样水门，让我的营，我的地图究竟在什么地方？电梯呢？怎么这么黑？天哪，这个地儿黑的都看不见电梯。嗯，就等于这些怪又复活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哇天哪，那么多人。如果这些怪都是这种强度的话，我其实可以不管他们。这前面应该是我之前看那个地儿，上面有个东西，然后那边是那个石头爬上来走那个坡，可以。让至少探索是联系起来了。
像这个地儿怎么探？先探左手边吧。前有家。是有萤火的意思吗？这个地儿，小心龙。河的下游，前无幸运。看见个紫色的玩意儿，我记得地图好像那个物品是紫色的。我情感都可以打死吧。免疫角饰品好吧。提升免疫力227到360，加380 290将近是100，350 380就等于是这个免疫角，我已经可以把这个斑斓的替换下去了。我等于是四个异常状态抗性应该是都有了啊，没有提升强壮的啊，那我估计这个东西还是要留着去提升强壮。380、350，这有什么区别吗？条太多了，都不太清楚是吗？这个是抗毒跟猩红腐败，这么长，哎，看不出来。是没有健壮的东西是吧？这个东西由于是加一了，我觉得免疫力380跟350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到时候存起来好了。这地儿怎么就感觉哦，感觉都是快打 BOSS 了似的。那个是什么？为什么颜色这么有点像阴曹地府的一个感觉？我是怎么来的？从那边那个东西来的。这些蚂蚁为什么感觉老年痴呆一样都不理我？竟有陷阱！
哪里有陷阱？叫头目，都打到头目了，还是没有找到地图，是我 miss 了吗？大概这么一个。东西打头目应该是够的。不让召唤的一个头目。慢点。这什么东西？龙纹士兵。我怎么感觉在之前在那个地方见过似的？寒冷，好吧。还给个成就，冰雷枪，好吧，剩俩。这种超大型 boss， 我觉得招弓箭手是不错。如果是那种人形的，经常你需要跟他去缠斗的那种，才是招那个招这些士兵是不错。不是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 boss， 所以说可能选的不太好。冰雷枪是吧？34信仰，龙人士兵，没有见过天空与雷电，应该就是那个雷电枪什么东西的一个翻版。但我是怎么来的？那是我这么来的吗？诺克史黛拉，诺克史黛拉哦。这是个棺材，这是一个箱子，什么玩意儿？又一个大朵的这个玩意儿，之前是不是又获得，已经获得了一个了？也是我有加七，然后没有加八跟加九，已经获得了两个加十。我，哦，我为了吸灵魂，所以把这个东西带上了。这边不太清楚下面是什么。摔死了。
我石头可以落在那儿，我人是落不过。我猜这个地儿应该是跳不下去的。等于下边有一个萤火，这是我没有激活的萤火。应该是没了。我如果由于是没有地图，我已经不太清楚是怎么来的了。感觉可以直接传送到上一个萤火，但是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哪个是上一个萤火。前有头目，等于这个地儿，我记得好像前面说是这是死胡同是吧？好像说什么前有埋伏。哦，这个地儿好像是没有其他的岔路了。那边好像捡了个东西，然后就是也是死胡同似的。然后这个前面有一个萤火。那边有一个萤火，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碳。我做一下萤火，把蓝恢复一下，然后物品栏整理一下。然后这个萤火往回走，应该是那个城也是没有碳过。我觉得那边已经碳到蚂蚁那个东西了，我估计是先把蚂蚁那个地方碳完好了。这泥人就没有什么用了。63跟67。不过这个城里边它有地图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我感觉那边已经打到 BOSS 了，如果说到了 BOSS 你还没有地图，感觉有点不太正常。我觉得探一下这个吧，等一开始是朝着左边探呢，这边是相当于是没有，左边就直接探到下一个区域了。这回我朝着右边探。真的假的？上面有怪，它会跳得来吗？跳来了，还是说没有发现我？
这边我可以，就等于是我平砍就可以砍死，那我就不用打跳劈了。跳劈感觉硬直有点大。臂力不够，泥人鱼叉，这是双头剑，是个矛，好吧，贯穿，又是双属性。重击是二连。我估计单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双手攻击也没什么特别的。嗯，翻滚攻击没有什么。敌人使的时候好像是会戳，然后戳完之后拔起来的时候还有一段伤害。这个前面还有东西吗？没了。那估计就是探索这个地下，应该是探完了，探索高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左边我应该是探过了，探索这一层往右走。没死吗？我现在是我的这个有钢体了吗？我现在多少？强忍度52。你打我？你能打到我吗？天，什么玩意儿？你好，这怪为什么打不到我？就等于是我现在有强人了，也就是说，我不太清楚是这怪很弱，还是说，这一代的就是强忍度变弱了，是这个怪弱，还是说这一代的强忍度变弱了？我不太清楚。至少现在好像有些怪的攻击，我是可以跟他怼一下。52的强忍，这个感觉有点，我穿的也是很重。嗯，像这个上面我怎么过去呢？我天哪，这是这么设计的吗？还是我就是声卡给卡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我要给一个好评，因为如果没有你这个的话，我估计我可能就不跳了。我怎么上来的？不太清楚原理，不过有信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至少知道
你是从什么地点作为起始的位置？我怎么感觉之前我也好像遇见一个类似的洞一样，是我当时没有探还是怎么的？这个东西为什么看着这么眼熟？但是这个地儿我又是没有来过。哦，我知道了，这是那个当时的另外一边，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怪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是走到了那边。这个地儿出去是什么？这个地儿出去是这个。如果我不奔跑，我升跳可以吗？还是说要奔跑？为什么跳不上来了？不清楚。不，这地儿我觉得，如果你跳不上来的话，走另外一条正常的路也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被卡住了？我希望我的这个钢体是一个真实的效果，就相当于是之后如果我可以至少敌人是可以吃一下敌人的一段攻击的话，是会非常有帮助。下面是什么？哦，这个下面我当时捡了个毛。等于这个地儿呢是之前我说的那个地点，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掉？保险起见。这个地方是我之前说的，如果我之前没有把那个上面那个类似于是蚂蚁怪打死的话，我应该是这么过来。
这下面好像有留言说是什么这个地儿是安全还是怎么了？比如说这个上边我现在这么来了是没有物品可以捡，那我就没有必要跳去了。这个下边当时好像有三只怪，嗯，哪里有三只怪来的？这下边有三只怪。但是这三只怪我可以，哦，可以这么下去吧？可以这么下去，这应该不是很高吧？所以我的地图呢？师傅万岁！什么声音？那个上面这个石头为什么很奇怪的凸出来一块儿？商人，别告诉我那个是地图，还是说商人把地图捡起来，然后高价卖给我们？终于是地图，可以。那这个地儿长什么样呢？有点晕。主流这个应该是当时我做棺材过来的，做完之后呢，这儿有个遗迹，嗯，这是那个瀑布吗？不对，这是瀑布，等于这个是瀑布，我这是这么进来的，这两个是连不上的。如果我正常走，就直接到了这个永恒之城。如果当时我选择走歪的话，会来到这个地儿。水门，好像是坐电梯的地方。这个遗迹，说实话，已经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构造了。这龙人士兵为什么跟这个永恒之城是在一起的？龙人士兵。整个这一片还能放大吗？下游好像这个地儿没有滩。总之，下游有一个蚂蚁洞。这么走是龙人士兵，这些东西应该是卡住你的建筑。哦，这个东西是一个瀑布，就等于是我。探索这个永恒之城的话，我可能是这么过来，能到瀑布的下边，然后这儿还有路。总之，把这个地方地形是看一看。Someone there, a customer. Well, how long has it been? 这应该是解除异常状态的。
调香师。这个囚犯一套，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起始的一个套装啊？非常脏，还有味儿。油壶，这个玩意儿消耗专注值，强酸喷雾，乙酸石，好吧。这个强酸喷雾是干嘛的？调香瓶等于是好像我在第三张图时才拿到，现在有几个？我两个，0-2。这个调香瓶是一共就有两个吗？0-2，好吧。消耗13的专注值。侵蚀武器，降低攻击力。这一代应该是没有耐久度了东西，就等于是装备不会坏。但是这个我猜是类似于是一个 debuff 效果吗？原本是治疗的技术。不太清楚持续多长时间效果怎么样，而且还要费专注值，我觉得对我吸引不大。失败了。有什么可以卖的吗？应该是没有。然后还除了那个调香，还有一些台药是吧？台药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样等于是这么走。可是这个蚂蚁这么着走，但问题是这边好像是没有去过，为什么没有地图？这些怪它只掉过东西吗？我感觉好像就从来没有掉过东西。进战斗自动关地图还是不错的，等于这边我已经是来到了我没有地图的地方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区域。小心右右，听见了，已经听见了这个蜥蜴的声音了，这个有点恶心啊，肥皂。这是什么地儿？挺有希望。14段13，跳下去很有用。这什么地方啊？真的假的？这肯定是没有用啊。给个恶评。这个就类似于是给你游戏给你一个预告，告诉你这儿有这么个地儿，挺有希望。
好吧，那等于是这边至少这个安塞尔和我的地图是拿到了，然后具体的一个关系也是差不多知道了。等于是回到这个永恒之城的萤火，到时候可以是类似于是一个正式探索这个地方。之前总之是在这边我随便绕了一圈，因为是想找地图，结果没有。这个上边是我可以去的吗？右手边这边，这个好像会摔死，但是这么着看就感觉好像又是像是 BOSS 站的作战场一样。这个地儿当时我分叉走应该是打了个蚂蚁，然后是可以跳下去，这个地方应该是探过了，我不用再回去探。可以看一下时间，我觉得这边正好结一下。下一期的话呢，是这边的这个诺克史黛拉的永恒之城，至少是有地图了，是可以是相当于是按照地图是来探一下。这样具体情况我们留到下期说。这一期呢也是非常喜欢，我们下期见。